那我再请问一下我先生的事业。一般只能看一个的。你先生属什么的？几几年的？属猪。过去很好，现在差很多了。嗯。往下掉，现在事业。嗯。你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他以后的事业要好，还是跟别人合作？他一个人做不大的，他过去的事业就是跟别人合作起来的。对，好啦，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你妈帮，妈。你要你先生身体好，你好好给他念经，你给他不停地念大悲咒，他的事业会好起来。你要叫他不要吃活的海鲜，他身体会好起来，听得懂了吗？如果你不念经，我救不了你的，明白了吗？一定要念经的，而且最好要许愿，初一十五吃素，不要吃活的海鲜。是我先生吗？你们两个我都要全部都要，否则很难好起来的，明白了吗？那可以请台长帮我看图腾颜色吗？你属什么？属马。几几年的？1966。白的白的，所以以后不要穿的这么深色的，你看你穿的这个样子，一点不好看。听得懂吗？好。你说你时间长了，你先生会喜欢你吧？很多男人们都有方法的呀，喜欢吗？不喜欢没有办法。看见你说几句好话，你说你这样子谁喜欢啊？自己稍微念念经，善良一点，然后呢，一念经人会漂亮，气质会好起来的。听得懂吗？好。你看你现在傻傻的，人家老公把你卖了，你还给他数钱呢。好了。